靠！哎，坏掉了。手机热也不是这样嘛，九一二五啊！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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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， 电子表专属 AD 是算世俗，哦无俗。我的认知是世俗哎，我认知是认知是世俗。注意看哦，现在25分04秒，等一下我记录一下，看我打多快啊！应该速度不会比刚刚那队差了。25分20秒，开打啦！看这队可以多快啊！我是希望能够比我刚才正常队伍还快啊！不回合数一定是输啊！哎呀喂，阿娘喂，哇妈，你有什么想出来？不能轻敌啊，各位，我差点那个啊，包大人又要换一包了。现在已经实况已经习惯穿尿布了，对对对，他不然闪了两滴，有没有？我是说妮妮啊，被我吓声被我的声音吓到。哦，不解释哦，要速度哦，注意看啊。你要这样才会快啊！上一栋，我刚combo数不太够，所以伤害掉下来，而且光珠不够，所以最好在出招之前光珠看一下。六颗光啊，这样 OK 啦，六颗光打快300万。我看一下，下一关是图集。好，感谢 Spicy 哦，刚刚是谁？我没有注意到，不好意思。下一关是图集。手转啊！有看到我只有开路西法一个技能而已，因为我要增加我通关速度，配技的问题。因为你下一关你要稳定，这一关要快，所以你不能两个都又稳又快了，因为他已经是暗熟了，克他打他就不用开太多技能。刚手在抖什么人？害怕会翻。
看你那边晃什么？没有转到你那边晃什么？你要转过去才可以晃啊！注意看哦，它是什么可以转光看哦？水转光，所以水珠才会是攻击珠。所以你需要留的就是水珠跟这个光珠。这关我不太建议抹了，这关打下去太舒服了，水跟光哦，水跟光，暗得消掉。这样 OK 了，好像不太够哎，再来一波。把我消光光哎！配技哦，分开哦，分开开哦。非常好，倍率不够哈。好，现在再下我刚刚说了什么配技啊？配技很重要。接下来就告诉各位哈，自己看可以磨几回合就几回合了。哦，一般来打，一般来说啦，我刚刚算过大圣减伤攻击的计算机，计算出来满血被他锤，我会剩下多少呢？13304的血量，13304哈，看看是不是13304啊？这个就神奇哦，叮叮，13303四舍五入 ，OK 哦，应该是可以接受吧。应该可以接受吧？你不能接受是吧？是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不用急，我们这边魔技可以这样磨、啊。看到血量8294，8294哦，注意看啊，平板金刚赚多少、啊？8295啊，差一应该是可以接受吧？应该是可以接受吧 ？OK 啦哈，可以接受了哈，不能接受是不是？那我也没办法。哦、最好是做五连珠啦、哦、我个人建议是这样。哦、完全是没伤害的伤害、啊、非常好。有没有控珠啊？控好就不会受伤了。控你的攻击珠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没控到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平板金会没看到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没看到啊！我来看，啊、我都没看到哎，我刚没看到，不能失我，可以吧？哦，没有，这样应该是摸得过来了哈、哦，做五连珠哈、哦。舒服啊，可以啊，稳哒稳哒稳哒哒稳哒稳哒稳哒哒，为什么要抹的？没有啊，有人要看抹对 啊，真的有人没对我啊？我会不会这样就抹过去啊？当然有可能啊，不过我跟各位讲，我们要速度，要效率，速度与效率啊，看好看好，再来看这个，我有强化扶持的赛。个人建议是不要开妲己，
不要开大招。我把派蒙技能挤掉了，我花了几分啊？靠背啊！我花了10分钟了。看到没有？手转16 combo 哈，我亏诸葛亮。是不能开诸葛亮吗？奇怪了。派蒙的倍率被我挤掉了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跟各位报告，这时候就是这样。我用一系列的协同，就是慢慢吐过去就好了。这个血量我抓大概一半吧，一半应该是 OK 了。因为我要配技嘛。哦，是挤掉露娜是吧？哦，挤错人是。好，请注意哦，啊，那个挤错人哦，那个很严重哦，哎，正所谓啊，人帅是怎样，真好，人丑是怎样，性骚扰啊，我跟你讲，啊，不要乱挤啊，啊，不要乱挤啊，啊 ，delay 到我时间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要 delay， 我他妈 delay 到我的时间，计算可能多花了一点点时间啊，不过。计算是为了让大家更稳定，我让大家知道我被打大概多少血量，因为我不算你怎么会知道呢？那个是歪掉，不要太介意。跟各位报告啊，报告一下啊，这一关哦，血量抓差不多，爆发没过也没关系，你要控制在两波爆发。OK 哦，安，不想那么早关的，没有啊，我等一下恶灵古堡哎、欸，啊真的啦，有时候跟你们开台，我真的是舍不得关台啊，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，但是逼不得已啊，你不关台怎么剪片？你剪片要时间啊，右边又啊失败。不妙！哦，吓死我！哦，既然用了这一对，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是最稳定的状态下通关。哦，直接算给各位看哦，大于等于九康伯顿改6076哦，我们可以撑几下，6076。哦，直接算给各位看好了，我把这时间都多出来没关系，我快没有用，我让各位稳。哦，被他打了4下，还有9000多滴，所以这一关我说了，你就算爆发15哦，两波带走没关系，下一关。就算你被他打1、2、3、4、5下，还有9000多滴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好 ，OK 啊。来啊，开了，等一下太多那个，太多按住了。怎么多按住啊？啊，外水珠，血量一半哦，有点危险哦，自己抓一下哦。OK 了，留一点啊，留一点啊，来吧，全民灵量。啊，我想一下哦，露娜绝对不能挤掉，大圣是最后放。这样配技哈，我现在配了一个两倍的，下位还有两倍，所以打几可以这一波打大于等于8 combo， 大于等于8 combo 应该下一关用，
哦，所以这一波我想要直接碾过去耶。我想想看，妲己倍率太高了，大胜就好了，大胜就好，大胜就好，相信我，大胜就好，大胜就够了。哦，上面少转，哦，上面少转，少转的，故意的啦。我想看会不会死掉。时间都拖了一点点，没关系。15分钟，大概15分钟。OK 了吗？牛魔对光乃大圣，黑圣也是用半小时，也没有。对啊，你喜欢徐永玄是不是？这样太明显了，谢谢各位，一波七刷过去啊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一波七啊。这个让我有点犹豫要怎么点啊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那个诸葛亮放最后？因为有时候打几排不一定有九七哦。不一定哦，来了哈！哇，怎么那么钝啊？哇靠！坏掉了！那手机热也不是这样嘛，9125啊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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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， 哦呜，1500多万。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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